笑。今天表演一个相当厉害的魔术。首先，我们请观众随便抽出一张扑克牌，放筷子。好，为了证明他是世界上唯一仅有，我要在上面签个名。你也可以让观众签名，也可以在上面签上“我爱魔法小铺”，但我已经有老婆了，请不要爱上我。Thank you。好，方块石绝无仅有的一张，我现在把它放到整叠扑克牌的正上方，然后请观众或自己把它切个牌。现在全世界，你我，包含你的小老婆，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一张牌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但告诉你，吊牌他知道，他只要在上面晃个两下，大喊一句咒语。走路靠右边，车来站中间，砰！好，我猜得出你的扑克牌应该大概在35张左右的样子。应该是靠近了，靠近了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张，没问题的话应该是这张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别紧张，吊牌是不会失误的。好，这上面打个洞。好。非常清晰可见，一个洞。然后呢，我把吊牌的绳子把它给穿进去，穿进去之后把它整个串起来。这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张梅花石就在我的手上，怎么用力摇晃它都不会掉，可见它绑得死死的。我现在把它给好插到整副扑克牌的正中央，然后呢，确保它还在里面，我们来做个确认。确定还在里面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那现在我让观众拉着这个吊牌，然后叫他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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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出去。各位观众，方块子，来。